跟自己共处的那种时光，最平静，同时也可以好好的沉淀你今天发生的一些事情啊，或者是你最近有遇到一些困难，在这些非常平稳的时间里面，你可以好好的思考，然后慢慢的找到自己解决的方向跟解决的方法。那接下来就带来这首《哈扎夏夜》。有关，对，下一首歌叫做梦。其实这首歌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在每个人的人生当中一定会有对你来说很重要的家人或是朋友，他们可能已经离开这个世界，但是当你想念他，你想跟他说说话的时候，你就可以在梦里面跟他们相遇，甚至可以抱抱他们，告诉他们说虽然你们离开了，我们很想念你们，但是我们现在还是过得非常的好，这样子。所以我觉得梦是一个很特别的媒介，然后于是也写下了这首歌。
提到说，我现在有发行出三张专辑嘛，